随着美俄双方关系的快速恶化，两国除了在军事上不断进行对抗之外，在经济上也大打出手。为了彻底将俄罗斯经济打垮，美国使用了各种制裁手段，除了和欧洲国家联合制裁之外，而且也限制西方国家与俄继续开展军事合作，这对俄无疑造成了很大打击。不过俄也不是善主，面对美国的制裁强势拆招，态度相当强硬。近日面对美国的各种打击，俄罗斯又亮出了全新动作。8月21日媒体报道，俄方近期将40多个军售国全部集合起来，随后发布了强硬号令，表示今后和这些军售国在从事军事交易时将彻底放弃美元。不难看出，俄正在对美元在全球的统治地位展开全面挑战。据悉，当前全世界军备出售最大的一个国家就是俄罗斯，仅俄当地一家军事企业每年订单都超过了450亿美元。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有47个国家和俄展开长期军备合作关系，如今为了反击美国，俄将这些国家全部号召起来，直接把美国抛在一边，这对于美元在全球范围贸易来说将造成不小震荡。近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说麻烦不断，除了和伊朗展开对峙之外，还和土耳其展开经济对抗。作为全球最庞大的经济体，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是比较牢固的。然而自从俄罗斯打出了去美元化的旗帜之后，相信美元将会遭受更大范围打击，一旦应对不及时，美元的地位或许真的不保。